37岁嘅陈嘉佳近年转型做 Hebo KOL， 吸金唔少。之前佢仲带晒位于新西兰基督城嘅豪宅。细细粒虽然是圈中的隐形富婆，但她亦都不介意贴地地吃平民大排档。近日有网友就在社交网上发文，说在浙江发现细细粒自己一个吃大排档的身影。相入面的细细粒以全身黑色精心打扮现身，大髀上还放着 Chanel 的名牌手袋，但就坐在卖鱼蛋粉猪杂粥的街边档隔离，相当大反差。而体重曾经一度高达230磅的细细粒，去年年尾积极减肥，说已经减到200磅。不过在相上看到他的上身依然都是圆润，但对脚就惊人咁瘦。网友都很关心他的身体，说他憔悴了不少，而且上身和下身的体型相差很大，应该去看看医生了。